俯拍秀出水汪汪电眼，抢搭 Y2K 风潮。伊斯汪视角凑近，连镜头都吓到失焦。或是露出大门牙，来一声惊天嚎叫。证件照怎么拍才过关？日本大阪池田市五岳山动物园找来镇元之宝袋熊当 model， 示范一箩筐 NG 姿势，一下社恐发作躲远远，一下侧身闭眼逃避现实，有的干脆准备落跑，有的拍到一半去见周公。别说老师没有认真教，看好了，袋熊先生只示范一次，标准 pose 应该长这样。照明写真の良い例、悪い例、悪い例、あくびも元気。证件照专家不止袋熊、猫咪、袋鼠和鹦鹉也轮番上阵，告诉人类，无论你是兴奋到模糊的热情依人，还是想把自己藏起来的害羞哀人，面对证件照镜头都得乖乖坐好，否则统统被退货。另一家同在关西的神户六甲山牧场则请出绵羊小姐亲自示范屁屁不能入境，也不可以和好妈鸡同框。这套比官方宣导还有用的抄袭金教学在网络疯传。事实上，五岳山动物园目前因为装修工程暂时关闭，官方为粉丝谋福利，特别开设证件照保证班，靠可爱动物的经典兔仔照让各位客官过目不忘，马上掌握美照秘诀。财经新闻，刘觉瑜报道。